金曲歌王萧敬腾19、20日一连两天在高雄巨蛋开唱，艺人贾静雯夫妇全家也受邀前往观赏。有趣的是，经纪人事先对贾静雯说老萧叔叔有惊喜要献给孩子们，希望他们能留到中段，没想到老萧唱到一半竟当场戴上鲨鱼头，还献唱近期儿童界的神曲 Baby Shark，让步步和 BOU 姐妹为她深深着迷。贾静雯昨天20日在脸书上表示托波妞的福，受邀前往老萧叔叔演唱会，原来这是步步和 BOU 姐妹第一次看演唱会。由于经纪人 Summer 事先告诉贾静雯老萧有惊喜要给孩子们，希望他们能留到演唱会中段，结果老萧果真献上一个超大惊喜。演唱会中段，老萧突然戴上鲨鱼头，和乐手、和声人员一起表演在儿童界夯爆已久的神曲 Baby Shark。 这首歌是步步和 BOU 的最爱，让贾静雯大喊没想到戴上鲨鱼头的老萧竟如此的童趣可爱，难怪亲和的你老少通吃，两位妞为你深深着迷了。